这三张卡片是今天的 puzzle。如何让卡片上的骑士同时骑上这两匹马呢？这是一个有趣的智商测试。如果是这样放的话，上面的骑士可以骑上，但是下面的就骑不上了。将这匹马放到上面呢，两名骑士又都骑到了马肚子上。我们再试试其他方法。卡片我们在摆放的时候是不能弯折和叠放的。一个人智商的体现不仅仅是思维力和记忆力，还需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。除此之外，观察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。像这个测试，如果观察力不够的话，即便你已经摆出了正确答案，也是看不出来的。可能屏幕前已经有朋友看出他的摆法了，可以暂停视频在弹幕上打出来。正确的方法是，这三张卡片全部都要竖着放，带有骑士的这一张我们放到中间。这样看的话，两名骑士就同时骑到了马背上了。如果你还没看出来的话，可以用手掌遮住卡片的下半部分。现在是不是明白了呢？长按视频下方的点赞，给我强烈推荐，快来试试吧。